FMQ 一点五，5, 自由之声，渔夫自由行。大家，我是渔夫，真欢喜呢！今日啊，各位来个各位呢，谈空中见面。啊，那么，今日要来讲这个主题是蛮有趣的，就是讲啊，你这么在讲咧，看一下，少年啊，啊，就阿录手机啊，或者咧看电脑哈、啊。啊，比如讲我呢，我嘛是啦哈，哎、啊欸，我有当时啊吼。啊 跍在厝诶，看电脑看几工啊，或者看手机哦，看看 iPad 啊，看我的迄个平板电脑。吼、啊，我妈有一逝咧，看安尼看伊讲，哎呦，啊你逐工安尼哦，啊目睭安尼，拢安尼，拢安尼伫咧，剪剪剪，吼、啊！他妈剪电脑，你是有钱通贪无啦，吼、啊！嘿、欸，即句就是跟阿妹来讲诶。 啊,啊，你安尼逐工吼，安尼目睭吼，安尼钱钱钱，你到底是有钱通趁无啦？哦，这、这著是即点吃毋是啦、啊。吼、啊，啊，有真侪人讲吼，啊，目睭咧真烦恼，啊，增到两个目睭吼，安尼迄个安尼你迄个目睭盲，目睭乌吼，啊，阿母看着阿舅吼、啊，啊，到底是有救哦？吼、啊，好有钱通趁无？好，今仔就是来讲这個。 啊，真是说的是讲吼，我诶、欸、最近啦吼，因为咱这整、個、这個、阿变、哦哦哦、啊掉代啦吼，就是吼封建诶名称吼，绿草时代啊，真进即这新闻，迄阵叫新闻局，啊甲者文建会啊，啊有关呐、啊，还是经济部吼，啊若是有关啊咱国家诶这个文化创意部分，咱你甲我咨询者吼，啊来讲哎啊这個。 尤先生，你来参加阮开会吼，啊，咱伫咱国家呢，到底呢，咱呢以后要怎发展文化创意？啊，各位也知影呢。伊讲，哎呦，文创意有啥物，通个算啦？算个要创啥货啦？哎，咱台湾无路啊，搿现即条，即条上重要吼。啊，伊讲，再无路，啊，咱电脑毋是做个哦？做电脑，做电脑做个，有要倒去啊！做电脑哦，即马去行大工的，啥物做？迄我甲各位讲啦，吼。 起码卖公三台，讲笔记型电脑录啊录无人没买啊。桌上型那边讲笔记型的就录啊录无人没买啊。所以笔记型电脑即码安怎设计呢，伊即买咧设计是呢，比如讲索尼、索尼吼，新力啦伊也设计就是讲我即个笔记型的电脑。 你买当开，嘛是手哦，毋免刻滑鼠，啊手哦去读迄个荧幕，啊亲像咱咧撸手机啊，你嘛是会当弹咧荧幕顶管撸来撸去，也就是讲，即、這个笔记型电脑呢在往平板电脑咧行，哦笔记型的电脑往平板电脑行。那么个另外一方面就是手机啊，手机啊你著要撸撸撸吼，啊有好个手机啊搁较、啊、上上目睭，手机啊细个机啊，尔、啊，啊对不？ 啊，所以即嘛吼，我有真侪朋友，啊，咱著开始有迄老花眼。啊，你有老花眼，朋友著讲，诶、欸，你定日甲我介绍遐、那个遐个迄个手机啊，那個、哦，收息机我无咯，吼。啊，有一工，我著看伊只机哦，哦，一支哪收音机诶咧吼，收音机起敢听。有咱迄个咱以前，咱来，我早先看咱老一辈，即诶啊大哥大姐啊，去到公园啊，著摕、啊、一个。 收音机在听，啊迄个收音机吼迄时阵已经叫做袖珍型收音机了吼迄阵伫迄个时代是真真炫诶代志了哈。开一台收音机，啊，收音机、啊、还听当咧，在听广播吼。啊，咱即嘛即个时代来嘛，足新潮，掠一个智慧型手机。哦。哇、啊，面板够大，大片一片吼、啊，啊，看下像个收音机，啊，你啊个，咱较好笑就是吼。 看起迄种许大型的、一种面板的这個手机啊，阿遐讲话哦，加上开一支手机、手机咧讲话，喂，喂，哈哈！哈，看了我真好笑哦。伊家毋爱戴耳机哦，戴、啊、耳机啊，一面讲话阿、啊、一面，要无戴用、啊、用一支黑头机哦，我看了搞来怪怪啊。啊，所以哦、啊，手机啊嘛是咧往平板电脑行，也就是讲，其实平板电脑伊诶画面较大 啊！你又光光是用手机咧看吼、哦、吼，哈、哦，你看目睭九十张，所以即满就入买入大坑。连個、啊是呃、的是这个 iPhone 啦，伊本底是啊，iPhone 个设计是安尼啦，吼，真侪人讲伊伊较会毋做较大面的啦。啊，做较大面伊就爱讲啊，做较大面你著去买迄个 mini iPad 啦、啊，去买其他个 iPad 就好啦。你你为什物就爱手机啊？叫我做较大片？啊，毋过伊即满要导航啊，听讲要做较快。啊，伊。 iPhone 迄个设计就是讲，你手吼、哦、五个指头，然后你即马著甲伊捏起来，捏起来吼、哦，你的拇指的半径，哈、哦，拇指的半径就是的跨大啦。啊，著是讲，咱若是开一个手机啊，啊，然后你从你的拇指，你的拇指能够滑动的地方，迄著是的画面。啊，伊伊著是 suppose 讲你是啊、呃，因为你一个手，吼、哦、要做代志。 啊，另外一支手，比如讲正手，吼、哦，要爱菜食饭，食、哦、饭，搁咧看手机啊，即、這个叫阮妈看着个妈，吼、哦，啊，食饭个时，一边举箸，啊，一边举手机啊，吼啊举手机啊，啊你来单手操作，啊，你若面面伤过宽，啊你的，你个拇指就就就握袂住啊，对无？哦，等于讲你食饭食啊一半，先举箸空落来，啊，再个来耍手机啊，啊，手机啊耍者完了，再个过去食饭，咪、啊、做无用个、啊。 对不？所以安尼设计哦，所以讲你这拇子的宽度啊，这个是有必要的。所以咱哪里讲到这设计物件，我听在搞我的一、那个核心讲哦，设计这件事情啊，到最后同尾同尾同尾，不管你来中央呢，你有设计了啊，你的电脑什么回路，什么外外复杂拢没有紧，但是最后。 刚刚消费者的手上的时候呢，你一定爱惜？Kiss 原则，Kiss，K-I-S-S 啊，老师你叫我跟你一结我知道啦吼，唔、喔、是安尼意思，我的意思是讲 keep it simple stupid，就是保持它的这个 simple 简单，stupid 笨啊、喔，就是用该这个你格个这个消费者这个啊手中吼，来、喔、真简单。 一定要真简单，哈！比如讲，咱中国讲真简单诶。吼、哦，冰箱就是你内底设计啊偌复杂，你会当恒温什物嘿拢袂要紧啊。啊，你内底要设计讲哦，即内底有什物重要诶，即么金属什么制作啊，什物制，嘿拢袂要紧。但是你买啊，就是上简单。阮兜诶冰箱，我拍开就毋惊，它开安就好啊，哦，安尼就好啊。啊，你讲。 电话嘛是，安尼伊安尼过过去诶电话，咱过去诶电话就简单诶嘛，啊电话来个，啊你就接开安尼啊，对无啊但是你啊知影，你电话甲拆开看，买内底偌复杂嘞，吼、哦，手表嘛，共款啊，吼、哦，你做一项手表啊？啊手表内底一定迄什物齿轮去斗对即、這个，去斗迄个，啊买石英上面一堆，但是最后到甲消费者简单，几点甲我讲好啊？我其他我无，所以咱这。 呃，我咧看咱台湾咧设计，咱在甲咧设计甲足复杂诶，着对啊啦。啊、哦，比较咱讲一个上简单，路灯、路灯、路灯诶设计，路灯是请问年，我请问年路灯是欲创啥？路灯着是暗时伫遐咧行路看无，所以路灯着爱拍开嘛，好、哦、对无，是毋是安尼？啊？着足简单啊？啊、哦，啊我，但是咱台湾诚实毋心强，咱台湾吼，比如讲咱台南。 台南嘛，啊，咱准备伊伊个乡镇有一个特色吼、哦，一乡一特产吼、哦，啊，有诶人是咧卖油啊，有诶人咧卖卖山啊，有诶人咧卖啥吼、哦，啊，每一个乡镇都无同款，啊，所以即嘛台南为着要发展着即个特色啦吼、哦，每一个即、這个啊乡镇要发展出伊家的特色，哎、嗯、啊开始就甲己募募一堆啊。 啊，不是对吼，不要紧啦。就讲，为个路顶开始咧雾了吼。啊，比如讲，即卖、欸、路顶吼也有起风嘿。诶，即个路顶啦，看起来像个蚱蜢安尼啊。吼、哦，顶管些设计像个蚱蜢安尼啊，像、那个咱讲下蚱蜢草尾啊，人加讲吼草尾啊，像个草尾安尼毋吼。啊，有诶咧，改做甲像、那个啥物迄落诶山啊啦吼，啊啥物苹果啦，啥物各种个造型拢有着对啊。即即种设计吼。 有人感觉真好啦，吼！啊，若我诶观点是安尼啦。你这路顶著是路顶嘛，路顶是要用来造形，要来要来即、這个啊，路顶著是要来即、這个甲咱照路诶。啊，你个设计真复杂，啊，著甲边仔诶，即个真侪物件甲特色抢走了，它变成聚焦的重心。啊，逐个来欣赏路顶，奇怪咧。 你来阮乡镇佚佗，你点么欣赏路灯要创啥货？路灯上好是讲我会当照明，啊，我若无必要用的时阵，你根本都毋知我伫对，即毋只是叫做简单的设计。所以呢，咱讲一句话讲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有诶人，你比如讲咧演讲，啊，比如讲即个咧唱歌，啊，你即么？ 站伫来大家一唱咧到，就大家讲，哇，那声音啊好听安尼吼。但是背后有真多，可能是一二十年的这个苦练、啊，叫他啊会当吼，安表演啊唱起声音啊好听啊。哦，或者是讲跳舞啊，是各种技术拢同款，是后壁一定是训练足久的苦练足久，才有辦法出来。我也是安尼，是啊。 啊，所以你到最后就是迄个上盖完美，啊，就是一个点的好啊。吼、哦，一个简单的点，互人讲我要看到啥，啊，就是迄个物件的好啊。啊，茫个安尼武一堆有诶无诶，吼、哦，比如讲，这路顶就是一个真重要诶代志嘛。路顶有我做复杂诶，无必要啦。吼、哦。啊，比如讲，咱即马咱即个台湾诶，即路路标啊，路标设计嘛是足奇怪。咱诶路标吼、哦、绝对。 毋是要互迄个毋捌路的人看的，咱的路标绝对是要互迄种捌路的人看的。所以你若毋捌路，你事好吼。啊，所以即种好笑的代志，比如讲你若使高速公路，我即晚要来去台北，对吧？啊，你就一定爱甲我讲台北是对吼、哦。啊。 就是往北往南，你简单就北跟南就好，你没跟我瞎讲。往北到桃园新竹，稍微拢没，你讲往北就好了，让我知道说我要往北，哈、哦，安尼就是使啊，啊，唔是啊，那设计拢吼，夹件吼、哦，我来咧看下路标，路标啦，吼、哦，毋捌看过一间迄，以前比如讲你，我来讲走来去迄、那个，啊，较重卡的所在，哈，比如讲，来。 啊是毋是？因为它是台南，台南每一种的地名拢足奇怪，啥物迄落大骹腿、小骹腿，哦、我那才大骹腿、小骹腿，迄是啥物件？到底是地名，还是咧佚佗的？啊，佫有一個一个所在叫做饭店，吼、哦，饭店，吼、哦，啊，饭店是啊，这是要对一间饭店，吼、哦啊，啊，著啊、這個，比如讲，即个佫有一个所在叫做德嘉吼，开始些土家，吼、哦。 我蛮唔知，迄到底是啥物所在，吼？安尼你咧使啊，所以路标，你若是讲，你若是讲，你即个外地人来到咱台南，伊那知啥物德架，伊那知小卡腿大卡腿几多？你想讲大卡腿，對我都嘛一支啊，小卡腿我嘛一支啊，伊那、啊、知啥物所在？伊根本就毋知嘛。所以，有吼、哦，迄设计吼，我真个咧讲，即人，即即系充识人，毋知是，毋知到底是咧。 设计伊爽诶，啊是要设计，互人讲安尼足简单一看就知影讲啊，我即嘛要去对，我要往哪里去？啊，这是最简单诶事情嘛，这也真侪人拢捌。呵、啊，啊，所以我今嘛吼，定定咧看咱个文化创意吼、啊，不管是出版啦、美术啦、音乐啦，吼啊文学啦，拢共款。 咱即摆出诶问题，从阿扁也是在到马英九到即摆即个龙太后拢无解决，哦，拢无解决，为啥无解决？咱拢毋知影一件代志介重要，咱就是你即摆吧，比如讲你诶囡仔，伊爱音乐，伊想要去唱歌，伊想要希望会当演出。那么这囡仔第一，这这件第一件代志就是啊，伊一定爱，伊会晓创作，创作无问题，伊绝对会晓创作。 但是问题是，伊要去揣到钱，比如讲，伊有时要要表演钢琴，伊有时要要表演萨克斯风，伊有时要要表演各种的即个音乐的即个制作，啊，要安怎揣到钱来去制作伊的音乐？啊，伊若无路揣到钱，安、啊、尼就是等于讲厝讲爸妈吼、哦，啊，你有钱无，啥来我用一下，我来演出吼、哦，啊，你著免伊啊嘛吼、哦，对无伊定爱讲。 爱有人会当伊揣钱啊！找人，我是无代无志，我想啊揣钱，要来叫你表演。当然是我认为你诶表演，你若是表演了非常诶好。我安尼一听就讲啊，即、這个囡仔会投资钱哦，投资即两字著是叫做经纪人诶观念著出来啊。哦，啊，你即么看着哦，啊，这个囡仔吼，我若去我安尼个歌尼唱出去不得了啊、哦，所以。 我是一个文化的经纪人，安尼我对来搿揣钱，揣钱了后，互伊来制作音乐，音乐了后，我这个客出去卖，安尼才重要嘛、啊。啊，咱台湾就欠七代，啊，欠七代真心说啊，欠七代即满就开始，即满咱即个过去吼。咱我即满吼，因为我是迄、那个咧教文化创意的老师，啊，我对在行销、售、数位啊拢捌一挂。 啊，所以呢，我定去即个，我去大学来，底然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咱即满文化创意是国家的选学啊，因为咱爱行文化，行文化吼、哦，趁的钱较侪，有影无样，安尼啊，行文化趁的钱较侪，啊，我讲上简单的，你你爱去日本佚佗，无？你爱去美国佚佗，无？啊，你去日本佚佗，当然是因为日本的文化吸引你嘛。 毋是日本有起一间外国大间诶大楼咧吸引你嘛，对无？所以你就喜欢那个国，家，比如讲中国人来个台湾，哎哟吼、哦，你敢知？影、哦哦、我走去迄厦门，吼？迄厦门吼，迄我走去迄人民书局，就是因中国上大间诶书局来，再去遐看。哇，搭班车写到台台湾，你家家看吼、哦，看甲咱家己嘅歹势，你毋知？ 伊逐个拢甲伊写甲台湾像个天堂啊咧，哦啊台湾人多有礼貌，讲话轻声细碎吼。伊拢毋知咱台湾有真侪歹人个吼，诶，咱台湾上歹个迄个著是上就是总统府内底啦吼，啊，搁有,、啊就是就是啊、有一寡迄个黑心的厂商啦吼，啊遐安尼撒拉油假嘛，撒来卖啦吼，啊有迄种安尼啊，加开一千万尔，啊买十几亿个厝吼，啊其他拢去落专门来负责。 哦，歹人嘛真多，啊，毋过真正因咧写拢写咱台湾人吼热情有礼貌啊，啥货？民间诶吼，民间来看，我毋是咧讲官方诶吼，民间诶人来看吼，甲、哦、咱台湾作家咧，我我家己伫遐看那歹势吼，啊，那歹势，摄，我拢足好安尼、哦哦，我像我我我吼，毋免信上帝就带入天堂啊，就对。<laughs> 啊，所以啊，即、这个咱。 咱台湾基本上，咱即满啦去行文化，因为咱伫即、這个，咱讲莫讲中国吼，咱讲迄、那个汉文化的即个文化内底啊，咱台湾人算文化诶创造力真强，真强。啊，比如讲我举几啊，简单诶、啊，你你会知啊啦，吼，你若讲世界级的国际舞蹈诶，跳舞诶，人就林怀民嘛，对无。 啊，你若讲迄个，迄、那个啥奥巴马，伊某咧穿诶衫裤诶设计，上设计嘛，台湾人设计啊。啊，你讲下当去奥斯卡拿两届诶，即个奥斯卡导演奖诶，李安嘛，嘛是咱台湾出世诶嘛。啊，不管你外省本省啦，反正拢是台湾的环境大汉诶，都台湾啦。所以，即个环境有创造力无？真有创造力，真足诶创作创造力。哎、欸，出是啥物问题？出的。 李安今仔那是伫台湾，伫遐运轨出啦，煞要插伊啊？对无啊，你那另外面敢若从以前到今，就伫台湾遐跳跳两步啊，安尼是煞要甲插啊？对无啊,啊，你迄个奥巴马迄设计师，若伫遮设计又要做美金啊，伊嘛做美金嘛穿伊诶吼，但是穿起来歹看咧吼，算啦吼。诶、哦哎，这卖共批评啦，但是。 你看你衫裤，当然你啊设计穿个什么人衫裤诶，顶、欸、冠是好看嘛？啊上面上面，什么人顶冠就无就无好看。啊，做美妻穿个唔是无好看，伊穿个吼，哎，目睭个戴菱菱红吼，啊，无、啊、就马英红吼、啊啊啊欸啊啊，你一个穿寡水就袂好看啦，吼？啊，你讲诶，奇怪诶，你吼不成熟吼，你一做个那衫裤穿水水，啊底下呢用，甲迄个查甫用钱诶，用妈诶，啊你感觉伊穿什物衫会好看？ 都无气起去啊，变得系好看，对无？呃，所以呢，诶、欸，要到点来啊？吼、哦，咪佮讲迄个啊，讲迄个我加加迄落，加逐个耳康吼，逐个点爱生耳啊？吼、哦。后来，那么真侪就是毋知影讲平台重要性，如何找到钱，如何卖出去，即系是所谓的平台。啊，我哋去，诶、呃，我哋去哦，即个呃，最近我过去文化部，过一站。 啊，文化部，有一个补助计划，我看这利益不错啦。吼、哦，已经啊，几啊年来就是讲，希望会当有一个机会，比如讲补助几十万啊，互一个新人会当揣着新的即、這个，啊，让有一寡经费。啊，这经费哦，虽然几十万啊，尔啊，比如讲你要出一本册，啊，这是你第一件要出册，啊，不要紧，你来甲我申请，啊，我。 补助你出版费，补助你从即本册要安怎卖，要去做卖的费用，要安怎宣传的费用。啊，比如讲，呃，伊这是针对是针对新作家啦，吼，啊，有一寡老作家，迄里啊，一定成名啊，都袂使。啊，比如讲，我记一个简单的例，我有一位朋友吼，我嘛讲伊啥物名，伊是一位有名的作家。啊，伊吼要写册车时阵吼。 啊，人诶，嘛是足认真，但是呢，伊有一阵，我差不多一两年诶时间哦，奇怪，这人是走伊队，安尼，连联络都无人，安着对啊啦。吼、哦，啊，到尾啊呢，伊第一件要新书发表会时阵来台南。诶、欸啊，我我上发现讲，哦，啊，一边来台南新书发表会，啊，我看了这個消息，更、啊、毋是通知我，我家己去诶哦，伊啊讲诶。欸 啊！你是什物时阵出册？你也拢无甲我讲者，我感觉拢找拢无你诶人。啊伊讲哎哟我就是为着要出即本册，所以我闭门伫遐咧写即个即本册啦。吼、哦、门关起伫下家咧写，啊写几啊年呢？写几啊年？啊啊！即么写写来哦，结果怎么写出？啊，迄本册哦，好看，真正真好看。有人买无？当然无人买啊！要喊老有人买？啥物人仔讲伊出册，连我都毋知我伊诶朋友呢。 哦，另外，家己来去找新闻啊，对无？迄种买哪来有人买，对无？啊，结果咱台南来台南开开开開,开这個新书发表会啊，结果咧，市调咧啊，即点吼爱甲偌千个鼓励一下吼、啊，真正阮那诚有意思啦吼、啊。去到现场，啊，伊虽然吼、哦、无几只鸟啊，但是伊现场宣布讲伊要买五百本、啊，哦，哦，安尼上无嘛有补助者下五百本，哈、啊。 啊，当然，这种补助是，那免得讲吼。你来讲，当然若、啊、是讲这即位即位作家朋友吼，伊、哦、嘛是做认真些啊，补助我包好问题，但是各项根本的问题就是，吼、哦，你要加你要加一个囝仔、啊，别讲我加一个囝仔、啊。你毋是掠鱼伊食，你毋是掠做些鱼，阿弟等弟要食啊，对无？你若加伊讲，那钓鱼啊？ 啊、哦，所以这文化部迄时阵呐，伊就是设计讲，一个新秀啊，你要来合第一件发表你的作品，不管你是英国舞蹈、什么嘢、什物电视、电影，拢袂要紧啦吼、哦、啊，就是喺你补助、這個，即个啊一二十万啊，互理会当开始。啊。但是呢，你要你若是想要做即项代志，你第一项代志就是讲，你想要直接补助，你第一项代志啊，你要完完美诶吼，啊、哦、只有上不得有一。个。 完全的计划，你准备要安怎去顶，哈、喔，要要安怎出版？啊，要安怎推销你的物件？你想无？你了有即个计划，你敢知？来几啊十件啊，结果买啊新鲜的啊，免免甲我审啦。吼、啊，初神就袂贵啊啦，吼啊，初神是算什么？初神是成功。 你有没有按照计划说你呃展演计划有？比如说有十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呢啊？你有没有照这一些符合的要件？哈啊，你准备怎么做？哎，杰哥，刚才粗算哈、啊，粗粗心的传播，大家我家一定信差不多不加十件啊？为什么？没写，唔知变哪没啊？ 你叫作家，当然啦、啊。你叫作家，写伊伊较会知要得卖，伊可能连出版社嘛，伊嘛毋知伫堆吼，啊连什物也嘛拢毋知影伫堆。所以作家会晓袂？当然袂晓啊。创作者哪会晓？伊敢会晓伫遐创创作尔，伊较会晓卖物件。这毋啦，这文化是安尼啦。咱台湾吼，大部分比如讲各种诶发明拢共款。 啊、哦！你发明啥物发明东发明西，大部分会晓创作的人都會，拢未晓卖物件，拢未晓卖物件，所以你毋能期待讲遐创作的人讲左脑要好，右脑又要好，迄是无可能诶代志嘛？是毋是安尼？哦，所以讲、哦、我来感足感慨啊，因为是安尼啦？吼、哦，我最近啊，看着即、這个啊、呃、Apple 啊、哦。吼。 就是咱苹果，苹果伊啊，伊吼、哦、最近啊利用一个开放一个功能啊。即、这个功能就是安尼，较设你若是有即、这个呃美国的即个账号吼、哦、啊，比如讲你伫这个手机啊店馆买一个 A P P 啊，你找有账号嘛，买这样再让他下载嘛。不管你是 Google 的账号还是 Apple 的账号，你要个账号，那么伊思是讲你若是有一个。 美国的诶苹果诶账号，那么立德当，比如讲，我买一支片，我要来买一支蜘蛛侠，啊开始假设这样，啊，蜘蛛侠这支影片，我伫美国想要来买，互我台湾诶，这朋友因兜看，买互伊要送，伊啊，一支片可能两两百、三百，啊，我伫美国付钱。 爱伫、啊、台湾，手机也会当收来，还是伊平板电脑、伊电脑拢会当收落来看。啊，收收落来，这个倒电视嘛拢会使。好啊。我想买买来送，伊，比用当圣诞节的礼物，或者我要买一个贺卡，啊，买来送伊。啊，伊讲啊，蜘蛛侠毋是台湾蜘蛛人啊，毋、嗯、是台湾会当看吗？无啦，有诶电影是安尼，有诶电影也是电视，一家是下。 即个数位电子产品的即个内容，有诶是不准伫美国以外即个世界播出。阿那边呢，安尼、啊、就是也当利用到 Google 即个，a p p l e 这个账、呃这个、号，就是讲，虽然蜘蛛人伫台湾未使互你看，未当未当播放，但是因为我买啊，我推你买一个电影票，啊，你当台湾去看，你毋免走来美国看哦。 啊，各位讲啊，这有什么了不起？这大大了不起哦！什么说有什么了不起？跨国界呢？各位想看吗？跨国界，这是一个开始啦。吼，当然毋是讲非常的普遍。有，比如讲你即么伫台湾，好，啊，里去一个电影，啊，即个电影去到中国未使看，不要紧，我啦，你有 Apple 的这产品消费。 我透过即个 Apple 的即个手机啊，还是即个 iPad 啊、电脑即类嘅，我想买，我买好你，啊，你是中国在进口啊，啊，你大概了解嘛？哈，所以这是跨国界的，哎、欸，跨国界，你也在讲，南京嘛，台北在搜狐些什面文化创意啦，哈，不管是音乐出版等等。 诶千万！你要甲卖去美国，还是要卖澳洲、卖中国？你爱找着什么种人？你爱找着国际代理人呢？唔是你要话要卖就去卖呢？哦，对啊，有人喺经济上来甲你讲，哦，你你这个东西很适合我们法国，很适合我们德国，很适合我们英国，我来帮你卖啊、哦！啊，就反面呢，就意思讲，我来让透过苹果这个平台，我来让将这外面嘅企业啊。 货人爱、啊、中间是按怎付钱，当然有信用卡，信用卡的付钱，啊，搁有一种呢叫做 PayPal，PayPal 即 Pay 个是 P A Y P A L，即个是第三方支付。真、這、侪、個、人听了这個第三方支付讲，哎呦，这是我哥，即卖是安尼啦吼。咱伫即个啊网络内底开始真侪人愈来愈侪人咧买物件。 哦，啊，台湾的记录是，真新鲜。台湾讲吼，喜欢在网络上买东西的人吼，查甫的比查某的是较侪也较少。你要看麦？是查某爱买物件，查甫较爱买物件，是查甫较爱谈网络买物件，还、啊、是查某较爱谈网络买物件？你看麦，想看麦？呵呵，我跟你讲。 迄个报告笑我是真好笑咯、哦，原来是查甫爱买物件啦，较侪啦，比查某加作侪加作侪。阿查甫爱买啥？爱买迄个三 C 产品。阿、啊、买三 C 产品也就算了哦，限定二十四小时内给我送达。哦，急，唔拿爱买在个急，哦，急甲要死，哦。啊，阿这個、就像迄个电视购物安尼啦，哈、哦，电视购物啊。 这是我嘛毋知有人有通看无统计，电视购物到底是查甫买较济，抑是查某较买较济。啊毋过阮兜迄个电视购物吼，我即马拢不准看，啊，不准不准阮兜个所有人看。大部分人吼毋、啊、知是怎，安那伊电视购物做魔力嘅。我真济朋友吼电视购物，安尼看者就开始开落去啊。吼啊，伊姨不管伊讲啥，反正伊讲完你伊就开始买啊，吼。伊那足厉害，讲价像毋知偌好。 偌好拄偌好安尼吼，啊马上就买落去啊，吼，啊即系买一堆无路用诶物件，等甲厝唔知要创啥货吼。啊啊好啊啊所以呢，伫即、這个咱即满啦，伫咧网络内底买物件，啊，强妹，你信用卡诶号码定定咧，互人，你会惊未？会惊未？啊,啊你信用卡咧，互人，你当然是惊嘛，吼，啊，阿、啊、过来，你即满共买只物件。 哦，阿姨，即么甲你寄来。啊比，比如讲，有订我了什么物网络诈骗，物面有诶无？比如讲，你甲买一支 iPhone，啊，甲你寄一支 HTC 来。啊，你当然生气嘛，对无？啊，不管在对一种较好啦，吼、啊，啊，著是讲，我都明明要甲你，哦、啊，我明明欲欲蔡英文，叫我来找马英九，啊，你别来甲你输赢啊，这毋有。哦、啊，是毋是安尼，哦、啊，爷们就要跟你输赢了，吼、啊，啊，所以啊，这。 所以，所以网络来在聊这种代志啊，这是咩呢？咩呢？啊，你讲哎呦，实的哦，我马上就要退，啊。哎，人就无要退你啊，无你退啊，要安怎？哦、啊，你看啊，我知啦，走来去东东互抗议，唔、啊、是安尼，想让家你买一个，你家买马一送牛，哦、啊，你当然会生气啊。或者他你买牛送马他，他你也会生气啊。那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人仲裁啊，谁来仲裁？就是所谓的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什么地方支付？介简单，你怎么甲买一个马，他送牛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知第三方说他卖东西错了，所以我支付。你这里、個、这里、個、第三方这边呢，你必须要帮我先停止，我要求他退钱给我啊！一即马等于讲钱。 你不如说你敢买马的时候，你的钱金从你的第三方支付的账号要付给对方，可是你发现寄来的东西不对，所以你马上把那个钱抽出来，啊，抽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大意是这样子，就所谓的第三方支付。那么这第三方支付呢，在这個中国啊，叫澳币啊，一点拢金砖硬啊，啊，台湾拢特别贵，西欧你能种没贵，是。 张宏志的手机是 KJ、這個哦、但是美国现在是这样子，你利用美国的那个第三方支支付的工具，就是 PayPal，PayPal 哈 Pay、哦，你就可以支付，你就可以去买一个买一部电影或是啊、呃、一部书电子书送给你的朋友，安、啊、那是对金嘴这文化创意者，而且牛的来、啊、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 一步一步来，比如讲，啊、呃，即马 Google，Google 咧卖册卖电子书，伊嘛是安尼做，哦嘛是安尼做，啊，所以呢，即马开始有新行咧，咧你个人，你家只 Google 合作啊，比如讲，云游啊，商周啊，猫头鹰出版社啊，哦、啊，布克文化啦、啊，奇幻基地呀、啊，现在我嚟讲，真侪出版商啊，一直慢慢知影讲，啊，我来去迄、那个 Google 平台。 做看觅啊，当然有人会讲：“哎呦，有你讲迄啊，就无人要用个是数位电子书，人都无人要看迄啊。”我你讲啦，当然啊，袂讲赫尔啊，普遍，但是伊是趋大势之所趋，一定安尼到尾大家慢慢讲，伫顶悬咧，买一寡只即个啊，买车啦，买啥货、哦哦、啊，吼拢有吼啊，伊即是安尼啦，吼、哦，即电子书诶，设计要慢慢设计啦。 毋是讲马上即马设计就有啊啦，啊，比如讲电子书已经买当设计讲，哇、哦，你掀起来吼，像我现在咧看电子书啦，吼啊，你掀起来就有卷动诶感觉，像,像在在个像咧你咧现车。迄是嘛，个只问题就是买电子书也无书香对无，皮起袂香，系嘛？啊，以后若电脑当然要改进，个讲啊，皮芳嘛会使啊，吼、啊，它装一个芳味，互你感觉有个书香味安尼。 你很过伊个书想，就抓出来，<laughs> 有可能无，还是就今朝蛮有可能的呀。哦，啊，佫个呢？咱即卖买只电子书，有一寡缺点，比如讲你去买一本牛津大字典，啊，为着要继续做学文，像我咧读大学的时阵吼、哦，当年入去读大学的时阵，哦，迄阵大学生愛、哦、上爱吼手汗摸一本安尼高高高的原文书啊、哦，看有看无就会输了哈。哦 但是哦，按墨迄本传嘞，不是讲家己做学问诶，对无？啊，但是电子书，你只墨一在电脑有那有人来，刚刚你做学问诶吼、哦。而且吼、哦，这电子书就是缺点，就是你买牛津大字典，甲己买一一一本迄、那个细本诶薄仔共款啦，诶重量。你们在讲吼，我即嘛甲己买牛津大字典，吼、哦，我电脑总变得几啊斤重，吼，就很贵，安尼马上有迄个沉重诶感觉出来，无，这几十万有诶吼、哦，你放心。 嗯，你讲啊，我那边一本 A 书咧。吼、哦，你家己去想想啊，我唔知啦。吼，嗯，啊，怎、啊、么过来呢？所以，我我哋讲吼，这是这是大趋势，大势所趋。我最近看，佮看一个吼，数字佮惊人。有一个叫做 e marketer，这是伫网络内底啊，吼、哦，呃，是伫美国啦，吼、哦，啊，最近是一个真有名的调查公司。 吼，伊每一年我拢会看伊报告，吼，看伊报告即世界诶大致诶即趋势，啊，伊即趋势当然毋是做文化创意俩，伊逐项都有啦，吼、哦，著、就是伫市场内底所有诶重要诶即消息，啊，包括诶、欸、各种诶，你想钓拢有吼。啊，你若是要甲开钱落去。 当然，伊也着甲你分拆一寡遐其他诶，即个行业吼，伊个规定是安怎啊？我说的着的是媒体，伊讲若是二零一三年要结束啊！吼，每一个美国诶成人吼有二十趴诶时间吼，因是用伫迄个行动装置浏览上。 二十拍的时间，就是讲伊伊若有闲的时间啦，伊会较要开二十拍的时间咧看咧看伊个手机啊，看伊个平板电脑。啊。比吼、哦、顶一年同期呢，一定诶十二拍啦，一定上升了三分之二，高伊啊！一年比一年较追啊，吼、哦，二十拍的时间，你若有十八分钟，二十二十分钟是咧看手机啊，看迄个平板电脑，甲看迄、那个。 看迄个电脑，诶、呃，即我一個朋友我甲讲这個消息我讲啥？医干科医生来讲，啊，你那个不准啊，哦、啊为什不准？敢若我遮来看白酒来作醉，伊讲比迄个候我更较严重啦、啊，哎呀，有可能是安尼啦，吼、哦，啊。 啊，甲遮个即个传统诶，遮个媒体啦，收视啦、啊、阅览啦，吼、哦，就用看，诶即吼，全部拢落落来。电视为四十二拍，刚刚成三十八拍。啊，广播呢为十四拍，刚刚成十二趴。也吼，还要、哦啊、差嘛？啊，但是这例外啊，我诶节目是为十二趴，八开十四趴。我这例外，伊这对我来讲无准，吼。 啊，桌上型电脑呢，为二十六趴，落来去二十趴。诶、欸，意思这上物？意思点呢？意思是讲，一本地在拢坐咧领导的这桌上型电脑头前，对吧？安尼囡仔嘛是本地拢吼，安、啊、尼可能有几块囡仔吼，从、啊、安门关起来，砰一就关起来，从诶迄个伊迄台大电脑诶头前，啊嘛看几工诶吼，啊，即嘛、啊、以后即种场景无啊，是咧，人看手机啊，看平板诶啊。 哦，有可能走变数嘛？甲啥伊啥伊变数看，吼、哦，对无，所以就无共款是啊，吼、哦，无共款是啊。啊，即、這个资本啊，纸本，日报抓啦，杂志啊，即、啊這个纸本吼、啊，比马英九的即、這個，含马英九的即个名义啊，操，诶，共款哦，拉个足严重诶，哦、啊，为了怕信，死怕吼。 四泡可能跟亚马逊旧啦，亚马逊旧可能即马就当唔知有四泡无，我蛮唔知啊，啊无研究啦,研究我、嗯、研究啦啊。反正吼都一直落着地话啦哈啊，所以呢，这就只来讲一件大事，就是讲，是嘞吼、哦，过去咱习惯看电视、听收音机、看杂志、看报纸、看车，但是呢，可能你无变，但是全世界咧变啦，啊，全世界一定咧变啦。那么个个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讲。 诶、欸，啊，好啦，啊，阮无讲，阮囝吼做啊，画漫画，啊，阮阮即个囡仔咧做啊，唱歌，阮即个囡仔跳舞嘛跳啊，足好，啊，敢有，敢会安尼去网络思维，敢会去用盗版去，敢会去互人解密去，一本册用迄个电子书，敢会用破解，开始人着一直印，吼、啊，讲到这是足好笑诶。你现在叫我想起一件代志。 各会记咧，徐美凤事件无？可能咱开少呢，一定袂记。咧。然后十几年前发生诶迄前我在做三立电视台总监，像像有一工吼、喔，有人寄迄个光碟片来，迄、那个光碟片呢，我奇怪，这光碟片是即什么物件？就拍开一个放入去电脑内底看。哎哟，原来是徐美凤诶，这个影头啊，安尼啦吼，所以我主管总开始咧看。 看了三年，看了三年，啊，当然看了许出名，我内底下迄个不，咱即马讲是不堪入目的、欸那个，哎，迄啰镜头，咱是讲不堪入目啦。啊，阮伫咧电视台哦，遐我啊真头疼，你毋知影，那個、所有主管拢爱看，重要新闻主管拢爱来看，爱看查甫查某，看落到足歹势，你毋知影。啊，而且会记录内底讲啥？哦，内底有像即股去牵扯个宋楚瑜的，吼、哦。 一个话马下记起来，好啦，咱卖讨论曲美凤来的迄个、迄、那個那个什么内容？咱即马来讲是讲迄、那个片啊，你敢知啊？为着迄个片，所有转台湾轰动，啊，大家拢在，大家拢要一堆曲美凤的即、這个、即、這个、即、這个光碟啊，妖、哦、秀啊，你敢知啊？迄、那个。 所有的理发院内底，你看理发院吼，即吼无正经啊一堆啦吼，啊理发委员上无正经啦吼，啊逐个要看，哇，无咧到你吼、啊。所有的我迄阵听那理发院助理讲，所有立法的理发院诶，即以前咱咧光碟片着用烧烤诶有无吼，就咱甲拷贝来迄种诶，吼、啊，从小甲规个理发院诶即、這個、拷贝光碟机，拢拍拍去。 啊！迄站听讲，迄个未光碟、手、咧拷，就是咧拷贝的迄种机器，哦，大概探家的话咧，双外外，唔是光碟通啊，送外外，是烧拷的通啊，送外外，吼，是伫遐咧拷贝趁较双外外，吼，看好笑无啦，吼、哦。啊，所以呢，当然，伫迄个时代内底，盗版即个代志真严重。所以就是讲，我是一个音乐公司，请问诶？ 我爱歌手唱的歌啦，向盗版我方便咯。歌音乐是上牛，上牛即被盗版的。我个也记迄时阵哦，阿扁当阿做总统，八大音乐唱片界，因为讲啊，渔夫你，哎，你含即、這個、啊，咱即监管家人较熟悉，你甲未使替我们出出声？啊，当然可以啊，那当然是乐意啊。啊，现在盗版行为很严重啊，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去见见一下这个？ 这个是安排哈、啊，安排一下这个总统跟我们见面，我们要诉苦。哎、啊，八大唱片行迄阵，现在用大班个做严重的啦，吼！啊，尤其是伫大黑的校园内底，吼、啊，即学生囡仔吼，要收啊拢讲，听免钱啊咧啊！啊，所以呢，迄阵啊，就安排一桩哈，啊，即、這个总统部分台该请迄个行政署来，好、啊，迄阵王金光讲说，这保二啊，保七总队总队长。 阿来、啊、请伊来，吼、哦！阿、啊、听下音乐業,业界的人诉苦，阿公，阿近乎被提出什么办法，啊，哦、来防止盗版，啊、哦，所以我记起迄时阵，哈、哦，啊，警察来不要为警察拢去走。了，哈、哦，但是挡得住吗？当然也是挡不住了，所以挡不住，他当然就是到后来，大家就是希望说，那么是不是如果挡不住了，那我这样子我可以降低成本，降到什么成本呢？ 降低到，哇！降低售价。假设你去四林夜市，假设说了哈、哦，买了一块盗版的音乐，它的价值是五十块。假设这样子，可是我在网络卖给你的是四十九块，假设这样，那我请问你，你要盗版吗？你们假发行不行那网络已经。 就变成说，你的这个通路平台，你不用拿到夜市去卖，你在网络里面，你跟我买四十九块，你跟那个盗版买五十块，也就是说，你的东西已经把那个成本降到是可以让人家不要去买盗版的时候，啊，那你们我扣能没出去嘛，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嘛，啊，所以啊，这归你来，这个、开心呀、啊，数位平台起来。 就是讲，比如讲，买车是 Google 图书，买音乐是 iTunes，啊，这样慢慢起来，吼、嗯、啊，慢慢起来，就是盗版这件代志，也是保护著作权这件代志，一定是如来啊，每家人愈来愈愈拍拼，愈来愈愈来愈认真来甲做好事，我记几个简单的例子啦。咱好、哦，这陈升呐，吼、哦、伊是滚石唱片的这个歌手，啊，陈升。 迄阵陈升的歌真侪歌拢真好听，啊，还、啊、是滚石界出版。啊，迄阵有一个搭档叫做黄连义，啊，这里、個、呢，周在华，吼啊，我有，迄阵我在电视台，我在甲红门一集啊，我迄个节目内底呢，有一个纳卡斯，所以伊会当在现场唱一歌伊做的歌，吼、啊，黄连义做的歌。 啊，所以黄连一起跟陈升合作啊，陈升嗰是一个滚石唱片的这個、这個、这個、歌手，所以就是版权是属于滚石唱片嘛。那么，迄、那、地、個、播出後沒事了后冇代志啊，但是经过了十年了后，啊我已经退出电视台啊，所以我就将掉即地访问改转口为数位，啊，要同啊，啊要保存要纪念嘛。 所以我来个上传 YouTube，啊，上传 YouTube 我毋是为着要趁钱，我只是要保存起来做一个纪念，所以我就改设定为私人观赏，私人诶啦，我不对外公开的地啊。啦，哈，啊黄连义嘛，甲我讲，哎渔夫，诶、欸，我都袂爱出名诶人，你嘛较拜托诶啊你你，哎，你你若家己要留念，你要看，你用私人的好,、欸啊、好啊，哎、就是，我想嗯，啊好啊，啊就是安尼就好啊，我嘛本来就是安尼意思啊。 所以就强调伊用私人观赏，哎、欸，怪只怎，像像 YouTube 加一条批讲警告我，我侵犯著作权。哦呵，那我上面侵犯著作权，我惊死嘞！而、啊、且对对对，侵犯著作权，得内底歌曲就是滚石唱片的歌手陈升的搭档叫做黄仁义伊的作品。 啊！啊，但是这些作品呃音乐版权属于滚石唱片所有，所以你侵犯了滚石唱片的音乐权，哎，奇怪啊！啊，以前开始怎样？我侵犯滚石唱片著作权，请简单嘛！我是滚石唱片头家啊！哎、啊，我有捌你啦！哈、啊！哎、啊，大家拢好朋友，我来去 YouTube 顶管，我来去申请一个讲，我应该是如以下一下一下一下，啊！如你呐得到 Google 认证。 伊著甲你自动比对，用机器比对哦。然后人去唱着恁，即、這个阿比如讲，诶、欸，我著去卡拉 OK，啊，唱一条啊、那個，迄、那个迄个陈升的歌，啊，你全程甲我录起来。阿比、欸、如讲，诶，若是听到歌声安尼唱，啊，你是归归手拢啊唱，啊，煞甩个伴伴奏音乐啥货哦，啊，你甲录起来，啊，你甲上传 YouTube，我你讲侵犯著作权。 唱出来，你去唱卡拉 OK，不是为着要开演唱会、要盈利吧？你是为了要爽念嘛？哈、哦，叫你规个拢个录起来，啊到的，录个像个安尼 MTV MV 念，安尼你就侵犯著作权，你上也上传 YouTube 的话了，哈、哦。所以啊，但是我个是唔是第一点是讲，哎、欸，啊我，我这我没得盈利，啥嘞？我个是私人观赏呢，我个不开放呢，别人看袂到呢。 哦，安尼伊咪再向搞我收，搞我搞我查到就对哇啦。所以我在回答的时候、啊，我来去演讲的时候做心笑，我来问迄、那个蒋正平员工：你们觉得科技数位化以后，对著作权的保护是少还是更多，还是更少，还是更糟糕，还是更好？因为有逮捕，那是更糟糕。我跟你讲错了，刚好相反。 哦，所以即摆你拿我真侪物件伫咧网络内底写，啊，经常讲啊，渔夫奇怪你拢好公开越南、公开下载，哦，是啊，没错啊，但是你一旦用你，你就你就我更较走无路啊，吼、哦，哎呦，啊，你哪样我讲你偷用，啊，无你讲气块嘛，啊，网络内底输诶物件一下，你一下马上就知啊，吼、哦，啊，经常讲，哎、欸，啊，其实盗版上诶是中国啊，啊，毋是啊台湾，啊，毋是西方诶世界，是中国人啊。 中国人上好讲盗版的啊，什物影音,音啊，什物拢有啊？对，无毋对，中国上严重。我嘛，我以前开一个动画公司嘛，捌曾经甲中国人合作过。吼遐个人吼，较比擦歌较擦得掉啦吼。我讲起上简单诶啦吼，比如阮一套著作，一一套物件甲伊出版。啊伊嘛是照不来啊，甲你写啊，你授权我出版啊吼。啊伊嘛，当时嘛真正有出版咧，有咧。 啊、哦！啊！但是，我走去中国诶七角看吼、哦，有啦，人伊有出版啦，出版一版正版，啊边仔啊有一版盗版，啊两间两正版跟盗版摆在会刷嘞，盗版个印做诶，阮授权互伊诶，迄间做诶。啊，我请问下，你你会买正版，买盗版？共一间出版社出诶，因为中国人真是啥哦，所以你因做生理吼，你是气死就是安尼啦，吼、哦，像甲迄落甲野蛮诶人做生理共款啦，吼、哦。 啊，所以呢，你顶爱，你啊，以后人若要甲你讲什物版权毋版权，你就甲讲一次算好。啊，比如讲，诶、欸、诶、欸，这上海啊，比如讲啊，你啊，我是上海来，啊，我要甲你订你的哦，你的歌唱都足好，你的你的歌互我唱吼。啊，我以后吼、啊，我若趁十块，我就分你一块，你千万毋忙相信种话。吼、啊。你讲，你一要互我偌济钱，咱买等。 啊，而且是伫上海部分，吼、啊，啊，你讲要客去迄、那个啊，北京棒未使，未使，你爱甲伊算算大位啦，一次两次的啦，吼、啊。所以呢，因无以前是无做最全的观念，诶、欸，但是最近变啊咧。我我我是我秀才，虽然不出门呢，但是即天下干尽的代志，我嘛做清楚。 啊，即、呃、中国吼、哦、开始吼、哦，比如讲最近吼，中国有一、这、只、个、这土豆网啊，优酷土豆网，优酷是啥？咱英语讲 you YouTube，YouTube 就是美国的，啊，中国会讲或者优酷，优酷还是咱故意啥物嘫该讲惯啦？啊嘛是共款做影片，啊，即、就是啊、做影片，过、啊、另外一个是搜狐，搜狐，即专门是咧做影片。 按家人我是不是？伊发起一个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反盗版联合行动，各上呢去告迄个百度、快播在公司公司侵犯著作权。哈，这真正是心事啊！中国诶，中国诶公司各中国诶公司侵犯著作权。哦，这种代志发生伫中国啊，其实吼，中国吼，伊诶文化。 咱不管讲你对伊个文化评价安怎，毕竟是五千年诶，这文化啊，伊有可能做文化大国啊你。你即摆卖个好个啊，蛮多人盗版啊，哦啊，所以即摆中国开始有咧做啊。吼，啊，我们哪里聊？伊毋若讲开始有咧做著作权修改哦。哎啊，即著作成小改吼，迄个百度讲因各各输呢，去真正去互起诉手呢，还、啊、赔钱呢？开玩笑。 哎、欸，中国开始有即种代志啊，安尼是一个好处啊。啊，伊讲啊，有安尼是一个好社会啊，对咱台湾人有啥物好处？真侪好处喏，咱在台湾在音乐创作嘅人，较袂讲，伫中国去互盗版、盗改，伊毋知要去揣上算效伊嘛毋知啊，对无可怜啊。吼、哦，啥嘞？伊即么勇敢吼，比如讲，即这中国有一间或者中国立案公司叫做海洋音乐，开始有咩 QQ 音乐啦，吼、哦。 中国几行，就是通讯软体叫 QQ 啊，QQ 叫名啊，有位也什么天天动听啦、啊、吼，因哦开始要做线上音乐付费制，啊毋是做你都国的歌，中国的歌动人，今晚创作无高吼，中国毋是无歌啦，有真侪歌啦，但是拢是迄个张泽民因因迄个小三唱的歌啦，唱到来悠悠久啊呢吼，我们受不了诶，迄、那个什物宋什物也迄个唱的，迄、那个宋国母吼。 去唱诶啦，吼、哦，啊，问题啊，即、這个诶，因、欸、诶歌大部分拢是台湾真侪作家创作诶，台湾音乐家、作家家创作嘅。诶，这对咱台湾好处咧，若真正会当好好甲因讲啦，吼、哦，啊，而且呢啊，这个中国甲台湾嘛，无教啊，你一定中国人嘛是真侪捌英语诶嘛，那拢是讲嘛，吼、哦，我咧讲吼。哦 中国即嘛阅读吼，我顶斗看一撮报告，中国诶学生阅读阅读全世界避开第一名，全国诶全世界学生诶数学能力避开中国第一名，台湾第三名啊，阅读呢台中国第一名，台湾第六名啊，过一项指标叫做科学，科学中国第一名，台湾无名，看靠惨无啦吼。 哦，差多啦吼，唉，毋知是啊，咱咱后代是要怎甲人拼啦吼，是、哦、啊，有够烦恼诶。好啦，啊，即马你有中国甲台湾诶音乐，那有需要国外无？当然需要国外啊，就是讲，就是环球啦、索尼啦、华纳啦，诶、欸，人因嘛开始甲因合作安尼。中国即马吼，比如讲《中国好声音》这节目，真侪人应该捌看。过。 中国好声音是正争上早是英国哦，英国诶节目哦是一个歌唱诶竞赛节目。过来美国嘛有，美国也是有。再过来就是中国去因，即主要因这做中国好声音诶、欸，是嘞吼，伊、哦、毋是讲安尼，我你都反反正你节目收来，我就甲你模仿，伊毋是啊，这么有买啊，有真正的去买啊啊、哦。那中国如果有 这一个著作权的观念呢、啊，这对一个，呃，要怎讲？我实在是想是做不挨跟人讲过。的哈。但是至少有在华人文化里面哈、啊，这一个你整个对，起码位要怎样子是讲？起码英语世界他是赚最多啊。美国人哈，英语世界的人哈，在北人，因为赚钱，干靠三行美金，尤其是美国美金。 你所有诶人的教育拢啊经过我美金，所以我美金是基准。比较你中国人趁我趁伤侪钱，伊就甲中国讲啊，无你贬值，啊无你,、啊、你升值，吼、哦、吼，安、哦、尼、啊、马上伊就 balance 过来，平衡过来，巧啊，好、哦、翘。啊，你讲中国伊诶即个华人文化会将变主宰世界，啊当然嘛，你就变较优势啊嘛，想嘛知是毋是安尼？所以我一个简单诶结论就是讲。 即码世界咧变啊，吼啊数位时代来啊，啊慢慢的希望，遮即数位平台会当变做是咱台湾文化创意一条真好诶出路。啊，以上甲各位分享，我是渔夫啊，FM 九一点五自由之声，渔夫自由行，下礼拜再会，拜拜。